有一个鸟刚好飞过去，哎，看罗奈奇这个球捞起来打，结果打到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后退又出去了 ，solo home run， 罗奈奇在这边也开炮喽，阳春全垒打，在三局的下半帮助统一狮队再打下一分，这是罗奈奇在今年球季个人第一支的全垒打，打林玉清 solo home run， 现在变成5-2。统一狮队呢取得3分的领先了。哇，今天全垒打真的在统一狮队这边呢第二支了。泰山刚刚来一个3分的，现在郭代奇呢在垒包上面没有人的情况之下来了一个阳春全垒打。哇，警告不好怕，虽然哦，郭代奇个人本季的第一支的全垒打。这个又是他的单节曲球，他的单节曲球好像泰山打的也是单节曲球，那库克。